又 ，GoGo 台湾这一次的脚步踏上了洁白的台南盐之乡，对着一座座小山丘般的景仔角盐田，还有经年累月下来一大座的壮观七股盐山，待会都要盐分十足的登场。还有十分的民宿，好好玩哦！蟹老板的秘密基地要让你钓鱼钓不完呢。而安平附近的四草绿色隧道，根本就是台湾版的亚马逊河嘛。另外，日式出装所所改建的文化园区也跟着盐脱不了干系耶。至于台南的美食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，绝对是内行人爆好料给你啦！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一趟台南盐味巡礼吧。